能进前十是有原因的，这个只有咱俩坚持下来了，真的。所以说必须跑下来，跑下来就进前十。还有谁跑过？柯南吗？苏木，还有于凯，还有沙溢兰。第一次跑，我刚来，我都没练。我第一次来也跑下来了。这咋跑了？啊，这是咋跑的？玩命跑啊，往死跑。不是，跑几趟？具体跑十个吧，是十个吗？前五分钟十的速度跑，五分钟不停。然后第二组是十二的速度跑十回合，然后四十秒冲刺，二十秒休息。But this is just hard push for your body, your mind, and your cardio. Yeah.估摸着还能撑几组？你看，四个。看看哈。他核心好。嗯。是不是跟他鞋子贵有没有关系？还是自身强啊，打铁还属于自身硬啊。站！The best thing is that whole thing changed, so you don't know what you're gonna do. That's how a fight is. Same thing. You want to, guys, you want to be mentally prepared, but not too mentally prepared for practice. 没有啊，看，肯定有，飘起来了，感觉。我跑比你们多，那肯定要放松跑。这样，僵硬了身体，僵硬了啊，不能硬，你要越硬越完。你要是这样，是吧？对他有技巧。怎么样？你什么时候跑？我啊。嗯。大约在冬季，到时候有他受苦的时候。